亲爱的同学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乐学汉语课堂，让我们继续快乐轻松学汉语。玛莎和杨洋正在讨论和桥梁有关的内容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玛莎，你在看什么书？世界桥梁之最，我一看到这本书就想到了你，未来的桥梁设计工程师。你真会开玩笑，在看书前，咱们先了解一下桥梁的分类吧。好主意，那么桥梁一般分为哪几类呢？按照桥梁受力特点，桥梁一般分为梁式桥、拱桥、钢架桥、悬索桥、斜拉桥。对我来说有点难理解。不难理解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本书，你就明白了。好的，那我先考考你，世界上最长的桥是哪座桥？这个简单，中国的丹昆特大桥全长共有164.851公里，开车通过需要2个小时。世界上最怪的桥，中国淘金大桥，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。中国港珠澳大桥，港珠澳大桥是一座斜拉桥。我刚才在书里看到赵州桥，是一座很古老的桥梁。中国赵州桥建于隋朝年间，由著名匠师李绅设计建造，是世界跨度最大的单拱石桥。中国的建筑师太厉害了。玛莎和杨洋又见面了。这次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和桥梁有关。在对话中，玛莎说："中国的建筑师太厉害了，厉害是指实力高强，具备某项特殊超凡的能力，形容能做出一般人做不了的事情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中国的建筑师实力太高强了。"例如，这个画家画画很厉害，画的人物和真的一样。那个人的功夫很厉害，谁也不敢惹他。在对话中，玛莎正在看《世界桥梁之最》，她一看到这本书就想到了杨洋，未来的桥梁设计工程师。这里的句式。依旧表示两件事在时间先后上有承接关系。例如，学校一放假，他就去旅行。在对话中，玛莎问杨洋：“桥梁一般分为哪几类呢那么，桥梁一般分为哪几类呢？？”按照桥梁受力特点，桥梁一般分为梁式桥、拱桥、钢架桥。悬索桥、斜拉桥，桥梁一般分为梁式桥、拱桥、钢架桥、悬索桥、斜拉桥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“桥梁”这个词。和我一起读一下，桥梁，桥梁，桥梁一般指架设在江河湖海上，使车辆、行人能顺利通行的建筑物。接下来，结合图片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桥梁吧。梁式桥，梁式桥。拱桥，拱桥，钢架桥，钢架桥，悬索桥，悬索桥，斜拉桥，斜拉桥。根据刚才学习桥梁的类型，将下面的图片与对应的名称匹配一下吧。你答对了吗？我们一起看一下正确答案。根据刚才学习的桥梁分类，下面这张图片显示的桥梁是什么桥呢？请你选一选。这是一座斜拉桥。图中显示的桥梁就是新疆著名的伊犁果子沟大桥。
玛莎问道，世界上最长的桥是哪座桥呢？世界上最长的桥是哪座桥？这个简单，中国的丹昆特大桥，全长共有 164.851 公里，开车通过需要两个小时。世界上最长的桥是中国的丹昆特大桥。和我一起认识一下这个专业名词。丹昆特大桥，丹昆特大桥，丹昆特大桥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第一长桥。那么，你知道世界上最奇怪的桥是什么桥吗？世界上最怪的桥，中国淘金大桥。世界上最奇怪的桥是淘金大桥。为什么叫淘金大桥呢？是因为这座桥悬空，没有桥墩，也没有支撑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座桥的图片信息，因此也被称为淘金悬带桥。和我一起读一下这个词：淘金大桥，淘金大桥。接下来一起认识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，中国港珠澳大桥。港珠澳大桥是一座斜拉桥，也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、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。中国港珠澳大桥被评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。这座跨海桥梁在中国建设史上有三个最：里程最长、投资最多、施工难度最大。和我一起读一下这个词：港珠澳大桥，港珠澳大桥。根据刚才学习的桥梁分类，港珠澳大桥属于下面哪一类桥呢？请你选一选吧。对了，港珠澳大桥是一座斜拉桥。下面哪张图片是淘金大桥呢？请你选一选。答对了，你真棒，就是这张图。玛莎最后提到的一座古老的桥梁是赵州桥。赵州桥建于隋朝年间，由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建造，是世界跨度最大的单拱石桥。石桥是用石料建造的桥梁，而且赵州桥的桥体全部用石料建成，属于拱桥。和我一起读一下这个词：石桥，石桥。玛莎最后感叹道，中国的建筑师太厉害了。这里的建筑师就是以建筑设计为主要职业的人，都称为建筑师。和我一起读一下这个词：建筑师，建筑师。同学们，这节课学习的桥梁是不是很美呢？桥梁建筑师们真是太厉害了。我们下节课再见吧。